好像看不到有多厚呢，能看到吗？要拿个尺子来比。切得好，冇问题，冇问题 ，no problem。冇 problem。咦，呢个乜东东嚟？呢个切胎切咗。哇塞，切胎啊！我就话呢件嘢好似枕头咁样，出要系个枕头嚟。你车胎有什么好切的？是啊，我客户。切得了车胎就 OK 了。哇塞，15毫米！这个筋能切15毫米的呀。周师傅，你有读卡器吗？读卡器。这个读卡器我。不用啊，我有这种手机的芯片呢。哦，行啊。